而家掌门有重要嘅事同大家宣布，你哋七个人当中有一个将会被挑选出嚟，参与修炼一个威力无穷、天下无敌嘅剑阵——天元北斗阵。我会喺你哋七个人当中选出一个精英中嘅精英嚟担任呢个重要嘅任务，跟住会有一连串嘅测试。 如果你哋边个能够脱颖而出嘅，就可以参与天元北斗阵嘅修炼。经理，讲到咩事啊？阿峰，唔好同我争，对唔住啊！但无论输赢，我都会全力以赴。好。 但系断脚冇眼，佢到时候有咩得罪，冇怪。今日第一关比试，规矩好简单，大家醒神啲，专心听住啊！我一声号令之下，大家用轻功，比试边一个最快穿过呢个树林，然后去到嗰个山顶，嗰个就最快啦。翘啲，翘啲。 各占一个山头，每人手上都有个锦囊，锦囊里面有一首诗，你哋要用千里传音读出呢首诗，边个把声最快传入我双耳嘅就赢，明唔明白？明白。春眠不觉晓。 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低头思故乡，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处处闻啼鸟，低头思故乡，夜来风雨声。床前明月光，处处闻啼鸟，低头思故乡，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低头思故乡，花落知多少？
哇！结果啦，我而家将会读出第一首我听到嘅诗句：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唔系啩？胜出嘅就系惊雷。你哋两个各据一方，向住对方嘅标板发射暗器。你哋一方面要挡住对方发射过嚟嘅暗器。另一方面，又要射中對方的標板，分三個回合嚟決定勝負，明白未？明白。銅鑼一響，比試就開始。仲有一个回合就知输赢。